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，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。党和人民风雨同舟，生死与共，始终保持血肉联系，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。正所谓得众则得国，失众则失国。刚才这个短片呢，是2016年的7月1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。众是什么？众就是人民呐。所以这句话说的就是，得到人民啊，就会得到国家；失去人民，也就会失去国家。那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“得众则得国，失众则失国”，不仅仅是要回顾历史上的经验教训，来回味中国民本这样的一个非常古老的政治原则，更是要强调党的人民立场。那我们的党为什么能够引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？就是因为我们的党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党的最高利益，始终和人民血肉相连，荣辱与共，因此才能够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。